要寫足咧，要寫足佢1922年到1921年又咁，由1922年到1922年咁咁長啊，咁耐咁耐，因為 book never die 用藥丸白噶嘛，咁所以通常都個製作方法咧就類似呢嘅。嗱，即隨專便，你可以當一個叫參考下呢樣嘢。好啦，咁啊，另外一啲 application 咧，你見得到咧就 level 咧就因為一個 level 就佔好多人，有啲係 batch 嘅，即係可能抄 file 啊，抄 backup 嘅。有些是 interactive 的，即可能呢要即除了 data accounting 的 staff 來說呢，就跟著個accounting software 在入資源，你看到就是 interactive。 有些不是 real time 的，其實就 voice over IP 有開會的，現在我們經常都即用視像開會，就類似就是最 last 的，所以它是比較上呢就即要求高不高呢？Video 當然個 bandwidth 會高啲啦，但 voice 咧其實 bandwidth 係好細，即係唔多。128K 咧，你當係啊，即係最誇張啦。128K 咧，就係嗰個一條 voice stream 啊，即係一個 voice conversation 就係你當128K 單向啦，雙向就即係翻翻嚟有128K 外我128K 啦，都唔擔錯 K 咁嘅。對於你一擊咧，我嚟講係長長久遠嘅，係嘛？咁所以咧，但係問題咧就係呢樣嘢。latency 咧就即係嗰個 delay 咧就去好犀利嘅，即係你大家聽到啲可能話啲 voice 咧成突下咧，就類就因為即係呢個網段咧或者呢啲 level 咧個 latency 咧唔穩定，呢個 latency 咧比較大，咁你要走去即係睇下發生咩事啦。即係舉例啊，原來冇人唔多人嘅時間，佢都個 latency 好大問題咧，咁即係話呢個網段咧應該會有啲。即係話要同嗰啲即係負責呢個網段嘅人傾傾偈啦。喂，點解我冇人用緊嘅時候，我就咁温同温 call 咧都會出事嘅咧？啊，如果太多人 call 嘅時候先出事咧，都我哋就要行咗嘅事啦。如果冇乜人 call 嘅時候都會出事咧，咁即係呢啲網段明顯都有啲問題。咁就要通知翻嗰個電信供應商咧，就可能如果呢度啦，如果 A 點去 B 點唔係即係 WAN link 嚟㗎啦。如果你 A 點去 B 點係 LAN 嚟嘅，即係 Ethernet switch 嘅，即係好似。只不過係由呢度嚟呢度嘅啫，或者左右咁樣，即係兩個喺度傾偈都會出事嘅時候咧，咁即係呢度有啲問題，係嘛？呢個啲問題即係咁溝通。好啦，咁啊，好有冇咩問題呢度？好嗱，咁啦，我俾5分鐘大家 take 一個 short break 先好唔好啊？俾5分鐘，等大家鬆一鬆先，然後翻嚟咧，我哋繼續做翻個。即係 ISO 嘅 7 layer model 嗰樣嘢，就係咩叫 layer 1 layer 2 layer 3 有啲介紹。聽一個5分鐘嘅 short break 先，大家唔該曬。好，唔該你。哎呀，洗手間。